今天晚上庆功宴我请客，好不好？谢谢龚总，一个都不能少啊！好，谢谢龚总，让您破费了。哎呦，陈经理，不要这么说嘛！你的代言之下当然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大家继续加油。哦，对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听说高副总会性骚扰男员工，而且陈经理长这么帅，最近又有留言，他一定会去骚扰他，你要好好保护他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欢迎，谢谢，高副总。您请客，叶一你想沾沾光，这样子打拼起来更有冲劲嘛？当然 OK 啊，那我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好了。好，来来，今天呢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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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经理，没错。啊，麻烦死了。哎，腾腾腾，你怎么来着？腾腾腾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让开，真的不知道，让开！腾腾，这是误会的，这个畜生！啊啊啊！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！啊，这是误会，这真是误会！最后快滚！啊，这真是误会！腾腾，走开！你现在还要拒绝我的帮忙？你到底要纠结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死了，等等，我是立成，等等，我是立成。是我，立成，高副总被我打跑了，没事的。